好的，因为各位来关心到的是这一次啊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在5月10号的时候，请大家在下个星期三一定要锁定的是什么？中天新闻相关的系列报道，就是关于说呢 ，NCC 当初关台中天，我们提起了行政诉讼，终于在下个星期三的下午4点，北高行要来做一审的宣判。好，这个一审宣判呢，其实在整个的行政诉讼官司过程非常重要，我们也帮大家算过了，从关台当天到下个星期三880天呐，真的是等了2年多的时间。而这个行政诉讼它重要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在过程当中，法庭要做所谓的调查证据，就发现了 NCC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辛，而这些秘辛一一的被揭发之后，就会发现当初撤照把中天不予换照，好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公平。好，我们一一的带各位来解析到了。我们先来讲到说，其实啊，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就发现 NCC 啊似乎有些先射箭再画靶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到在评分表的部分，好，我们以满分100分来说，它其实有分成2大项目。第一大项目呢，它要审查的重点是什么？我要不要允准你换照通过？哈，它要看这个未来6年的营运计划配比占了60%。但我这边要跟各位讲，其实过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审照的过程当中，它是走一个例行公事啦，基本上有审就会过。因为 NCC 自己曾经讲过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cable 台，它并不算是什么稀缺性的资源啊，所以呢它走一个例行。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认真审，你光是看第一项频道定位与内容规划，这是不是已经有疑虑了？就是你手难道要伸进来干预新闻自由吗？而且呢它有相对应的分数配比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哦，这些项目呢包含频道定位、内容规划、内部控管机制、内容的编审制度，还有呢财务规划、收费基准、公司组织与人员训练，还有客服部门的编制以及意见处理。好，这几大项目呢，我们来看到109年它是怎么样来评中天的。它采用的刚刚讲说加起来总共60分嘛，它的配分呢，看到是第一项25、15、15、5。好，这样看比较难以做比较，我们帮大家换算下来，它的配分比是什么样？5:3:2:1:1。好，我们就回头发现说呢，没想到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，就发现到了明明最新版 NCC 制定的，它自己所公布的这个评分的标准哦，居然是呢在107年列出来的，而且长得就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到了107年的标准是什么呢？40:20:20:10:10，换算下来4:2:2:1:1。好，这样子旁边一看，是不是很明显，就是长得不一样嘛？而且这个就是往前推的最新版标准哦，大家应该有概念，就是说只要有新的规定公布出来，我们当然是要采取新的规定啊，不然你 NCC 做新的公告干嘛呢？啊，说实话呢，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，其实 NCC 呢，它只公布了107年的基准，所以在当下我们会觉得说奇怪了，这个标准从何而来？才发现了原来 NCC 一直没有公告什么105年的基准，它有一个所谓的旧基准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到它的配分50:30:20:10:10，乍看之下分数不一样，但是呢你把它除以2就是了啦，它的配分比5:3:2:1:1。好，大家看得出来问题在哪里吗？你用了一个105年的旧标准，这是什么行政程序？明显违法嘛，你用了一个旧基准，那你怎么样代乎职守嘛？你身为 NCC 的人员，你该做的事情，委员们你做了吗？你有用新标准来评中天吗？而且这些评分呢，等一下要跟各位解说，剩下的包含这个60%的配比，还有剩下40%，其实用旧制，就是你该有的新制没有用，你用了105年的，这个对于中天是相对不利的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我们就来看到另外的40%的部分啊，另外40%的审查项目，它重点是摆在说，刚刚讲到是未来6年的规划嘛，那剩下40%是从过去到审查当下的一个状况，什么呢？营运执行报告、鉴定结果以及改正，好，这个40分。那我们来看到它的审查项目内容，包含的是频道经营理念、节目的内容编排，还有内部控管机制、自律组织的运作，还有财务状况以及客服部门编制意见处理，还有其他项目。好，这边呢特别框给大家看的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项目它的分数落差特别大？好，我们给大家看到的它的实际配分，就是所谓它采用105年的标准来
用旧制评定中天的这个分数，你看到了这个第二项的部分呢，它的占比直接拉到了20分，有够高。好，另外呢，它其实本来应该用的基准，也就是107年版本，其实只占了8分。那为什么说这个是相对于中天不利呢？我们来看到内部控管机制与自律组织运作，还记得吗？当初 NCC 观台中天，它所用的理由，其中的第一项、第二项都是有关于说啊，中天财阀太多了，已经失去了新闻自律了，你的机制已经运作不当了。这些其实是被他放在这个项目里头来去做扣分的，所以说呢，你看到这个占比拉高到20%，我们被扣分的比例是不是也相对拉高？好，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就已经很严重的对于中天有一个明显的不公平之处了。尤其是大家看到了这个 NCC 呢，在经过了后续的10连败，他当初观台理由根本就不复存在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啊，整个 NCC 他选择的就是一个不利中天的评分标准，那这样子到底是凭什么呢？